我要离婚。我妈说了，这些年都是我把你给惯坏了。其实想想也是，你根本不理解我在外面工作有多辛苦，人家都在背后戳我们许下脊梁骨了，说有钱有什么用，也生不出来儿子。这些话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，就是怕你有压力。但是这一次，你真的把我还有我爸妈给伤害到了。你就觉得你一点错都没有吗？是你推了我一把，我才滚下楼梯的。玄松，你不是人，你到现在都没有问过我一句疼不疼，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，你就只想推卸你自己的责任。你怎么不问问我疼不疼，我爸妈疼不疼啊？我爸妈为了这孩子，又愿意出钱，又愿意出力。你可倒好，跑北京去，来回坐飞机，我告诉你，这都是有影响的。这孩子就是被你给害死的。滚！咱们俩离婚，你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。你给我滚！